三十二。对。谢谢院长。实质我请两位被大法官被提名人，这个两位被提名人，请上台好不好？好，请被提名人。啊，院长还有两位被提名人哈，我想蔡英文总统新提名的四位大法官的人选被外界批评都是绿油油，若此次提名审查通过，未来啊十五位大法官都会是蔡总统提名的，那未来任何释宪案，包括审理政党违宪解散案、审理总统弹劾案，民众担心他的整个结果将会一面倒。那最近呢、，TVBS 也做民调，公布民众对政府前瞻计划的满意度啊，只有29%，还有对司法改革的满意度啊，只有25%。哦，两项啊，皆低于三成。那两位被提名人，你们敢具名来批评民进党的施政吗？来陈。曾被提名人，你的看法呢？您是指委员您好，您是指前瞻计划还有前瞻计划跟那个、啊、跟那个所有我们这个司法改革啊？我是那个民意调查结果，我没有意见，我没有评论。你没有意见，没有评论，那表示你担任大法官，其实我认为。要是一个大法官，你没有自己的看法、想法，没有作为，而且只有政党的意思啊、想法，我认为这样适当吗？来，那个游提名人，你的看法呢？报告委员哈，因为做得不好，当然要有想法、有看法。依据宪法80条的规定，法官要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要受这个限制，大法官当然也要。那因为您现在问的是我对于民进党的施政敢不敢评论，那么报告委员，在这个殿堂上面，在这个场合里头，我作为大法官的被提名人，我必须要受到宪法80条的约束，因此我在这个地方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就要请教你，2020年在台南读大学的马来西亚籍的中姓女大学生遭到性侵杀害，一审二审均判凶嫌死刑，近日啊最高法院却将强制性的性交杀人罪部分撤销发回更审，那这个中姓女大生的妈妈痛诉啊自己是送女儿来读书啊，不是送他来去死，这句话让很多人无比的心痛哦。那过去大法官会议已认定死刑啊并没有违宪，判处死刑也没有违反两公约。那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啊民调哦87.8%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那请问两位被提名人？你是我支持依法执行定验死刑，来那个由大法由提名人您的看法呢？第一个哈，按照我们已经签署的并且内国法化的两公约，那么两公约在公正公约里面呢，它已经在第6号以及第36号的意见书里头明确的表示，希望缔约国朝向逐步废除死刑的道路去前进。所以说你赞成废除死刑是不是？是的。
你赞成会死死刑？我赞成依照两公约百分之八十七点八的民众反对，结果你办赞成，要以民意为基础啊！你们是昧着良心吗？是报告委员，对不对？前面在询问我的时候，我已经说明了，公约在这个地方讲赞成会死死刑，必须要在民意的基础上面，百分之八十七点八，这是不是民意基础？对不对？结果你赞成，我看你是昧着良心了、来。接下来，司法院大法官自律实施办法第四条指出，大法官应廉洁自持，谨言慎行，保持端正高尚之品格，避免有不当或易被认为损及司法形象的行为。那最近啊，政坛性骚扰、两性平权的案件陆续的爆发，请问两位被提名人？是我愿意承诺，如果有涉及性骚性侵或两性平权等案件或其他损及思想的司法的形象之行为，未来如果当选大法官将立刻辞职负责。有提名人，你的看法呢？我想愿不愿意？这是当然，这是当然，当然。好，那个陈提名人，你的看法呢？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个凡走过啊，必留下痕迹。本席请问这个由提名人，在大法官提名人选名单公布后，检察官蔡启文、前法官康树正分别具名质疑啊，你哈、这个教唆证人作伪证后，后续的媒体报道，那个由被提名人发文回应，认为遭到恶意的捕风捉影、含沙射影，哦，地抹黑，对不对？好，那我请问尤被提名人，为何选择在脸书来澄清，哦，而不选择自述提告诽谤，以证视听？是我因为你自己是律师，本身有这样的专业，知道上了法院有很高几率你会被会到最后会败诉，反而被法院认证有教唆证人作伪证的这个嫌疑，是不是这样子？报告委员啊，不然你为什么不自诉呢？报告委员，因为这件事情，我认为第一，目前还在国会审查的阶段，我想不适合另外再开战场。为了尊重大院，因此我选择在大院这边，抱歉，在大院这边做充分公开并且完整的说明。那我刚才在前面十分钟的口头说明里面也已经做了完整的叙述，因此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大院职权行使的尊重，因此我做这样的选择。其实你要是选择这个自述提告诽谤、才会让外界感觉说你绝对没有这种的行为，但是外界现在的看法跟你、现在的说法刚好有一些落差，背道而驰。来，由被提名人，您的律师事务所网页啊，写到自己的专长就是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上周五，我的助理啊，也透过司法院判决书的查询系统，检索你的名字在刑事类别出现882次，再从案件检索发现公运大佬赖万之性侵女秘书的案，还有吴宗宪国安私烟的贪污治罪条例案，虐待公公家暴伤害致人于死的重伤害，等于是诈欺案件，你都有在其中担任律师，对不对？有没有？是的，没有错。有哈。那本席可我认为您的律师收入来源主要是从这些刑事案件所获取，是不是？报告委员，我是刑事辩护的专长。对，那您认为参与这些刑事案件辩护的经历，对你的大法官提名审查，你认为是加分还是减分？报告委员，
刑事辩护的经验让我深刻体会到刑事人权的重要，在刑事人权这个层面上面，你刚刚我提的这几件都是很有争议的案件，那当然在你这次等的大法官的这个提名啊过程啊，我认为你认为是加分还是扣分？报告委员，联合国有一个基本的人权约定啊，就是那个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准则。这个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里面有特别讲到说，任何的国家都不应该把律师连同他所办理的案件等同在一起。我想这是一个法治的底线，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先做一个说明。你讲我尊重哦，那实际上哦，很多被害人也有他的人权啊。陈如，你刚刚讲哦，我刚刚所提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女大生啊，她的妈妈，她的想法，她的讲法，我相信呢，你们都看在眼里。是，谢谢。今天要是你为人的父母，你作何感想？我相信很多事情要本着良心哦。大法官是宪法的守护者，而非政党个人利益的守护者。请问两位被提名人，你们两位认同本席的说法吗？那个陈提名人认同，尤提名人认同。那请问两位被提名人，你们两位认同中华民国宪法以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吗？认同，当然认同。如果不认同，要如何正确担任中华民国宪法的守护者？两位都认同吧？是，是的。那宪法第130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满30岁有选举权，满23岁有被选举权。2022年这个修宪公民互权，有关18岁可以投票被选举权，最后多数的民众是不支持，没有通过。哦，那请两位被提名人是否认为18岁国民的社会历练、生活经验不足，是否赞成18岁拥有投票权或被选举权？来，那个陈提名人，我赞成18岁的公民应该有选举权。有选举权。那尤提名人，报告委员，当时在复决的时候，我也是投赞成票的。你也投赞成票？是的。来，那两位被提名人认为要如何改变多数民众对降低投票选举权年龄的疑虑？来，尤提名人，你有什么看法？这是一个公民社会里面必须要透过民主的程序，经由多元观点彼此之间的激荡跟沟通与交流，寻求共识的一个过程。那因为我们目前的宪法增修条文的第12条规定的修宪程序啊，它要求高度的共识，因此前一次的复决没有通过，这是整个问题的根本核心在这个地方。那至于这个修宪程序啊，是不是门槛过高，我想这个是未来宪法法庭可能会审查的案件，因此我在这个地方不便表示具体的意见。陈提名人员什么看法？是修宪程序目前看起来门槛过高，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记国民主权原则，程序上必须还是要依照宪法的修正程序来进行修宪。好，我想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开宗明义啊，就是强调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而修正中华民国宪法。哦，那请问两位被提名人是否认同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国家统一主张？由提名人。报告委员，在四至328号解释之后，已经很清楚的界定了政治问题不是大法官这边应该要表示意见或者可以审查的范围，因此您现在问的国家统一这件事情，由于涉及到了宪法第4条所谓的固有疆域的解释，因此我认为我在这个地方不适合表示意见。那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两位如何诠释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尤提名人，这个部分呢，宪法增修条文在第11条的部分已经做了一个明确的宪法委托，因此呢，根据这个宪法委托，大院这边就订定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么在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架构底下，如何去运作，如何去实施，这个部分有可能会成为违宪审查的标的。但是就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内部的一些概念如何去解释，如果涉及到了固有疆域的解释，我想大法官也有可能必须要把它当成政治问题而不去加以审查。来，游庭铭的，你有什么，那个陈庭铭的，你有什么看法？宪法征修条文还有两岸关系条例都出现国家统一前，这个国家我们必须坚持是中华民国。好，那这个领土里面区分，目前的规定就是区分台湾地区还有大陆地区，两个地方都地区，是，就是台湾地区、大陆地区，统治权不同。好，那个我想我时间到了，我其他有机会另外再责问。好，谢谢。好，谢谢林委员。接下来请。